超市业者最近呢都积极的在扩张他们的版图，逐渐威胁到了量贩业者，逼得量贩业者也开始推出了超市分店。陈列排架向天花板延伸，整齐的善用每一个空间，连卧室冰箱上头都规划成展示架陈列，还有移动式的层架摆放轻型的特价商品。美联社表示，把店开在次要商圈的主要街道，然后将其坪效极大化，活用收纳空间，就像是麻雀一样，体积虽小但五脏俱全。我们选用的坪数大概在30坪左右，但是我们的品项数基本上是超市的1/4到1/5，虽然我们的坪数是它的10分之1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尽力的将坪数极大化。根据经济部的统计显示，近年来超市积极展店深耕社区，尤其全联跟美联社可说是横扫全台，总店数去年底分别达到680跟337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联社更在2012年超越鼎好，与全联并列超市双虎。反观台湾的量贩店，过去2年的年增率一路下坠，在整体综合商品零售业的占比也持续萎缩，前间消费形态已逐渐转趋便利化。就连以量贩进入台湾市场的发商家乐福，也开始进军超市，甚至活用国外流行的电子价标，省下频繁变更价格的成本，提供类似超商的服务。在我们的这种超市分店里面，其实我们有引进非常多的一些新科技来做辅助，例如我们就引进了国外现在很流行的电子价标，节省下来的时间，我们就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，例如我们现在就有超商最热门的冰淇淋，甚至是关东煮这些服务。业者坦言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消费者的购物习惯改变，未来大型量贩的经营模式会越来越辛苦，谁能更便利又快速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，就更有机会获利。经济日报涂若任综合报道。